20世纪80年代，绍兴柯桥，一批纺织印染企业从乡镇村落中兴起。今天，纺织是中国制造领先世界的五大行业之一，而柯桥拥有全球最大的纺织印染产业集群。人与人，人与机器，人与自然，工厂是命运交织的城堡。这是中国工厂的故事，也是家与传承的故事。我呢是金蚕布艺公司的这个董事长，我叫杨赖勇。这个30节一步一步的发展过来，改革开放的确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。分田到午，增办企业、乡办企业也慢慢的办起来了。到88年开始的叫办厂，自己办纺织厂。现在已经成为一个这个有规模的企业。那这个过程当中呢，这不单单是靠一些制度，还有更重要的是人文关怀。我们要把员工当作自己的兄弟姐妹。趴了的徐江又鼓起儿子，小猴尿萌萌，又这次来到爸爸妈妈的身边，希望小朋友们这个珍惜这样一个美好的时光哈。谢谢大家啊。大家都坐好，我们要开始讲课了。学过李白的古诗会背的。好，你。望庐山瀑布唐·李白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好，很好。还有宋汪伦，唐·李白。好，这个同学。李白春秋家一节。老大叫张雅琴，12岁，开学就是6年级了，他比较开朗。储备非常的多啊。还有吗？大家鼓励一下这位同学，好吧？大家鼓励一下，鼓励一下。来来来来。老二是张雅静，开学就是4年级，内向的，受欺负，弟弟也可以欺负他一下，然后姐姐也可以欺负他一下。那位同学，你会吗？最少了个人。老三嘛，张文博，他是属于最调皮的一个。我叫张少林，来自安徽阜阳，来这边厂里面是08年。我这个人就是这么一个心态，我要做我就把这个事情做好。没着急吧？做电梯管理员。那我就直接拆掉了。哎，对对对。日常维护啊，维修啊，做电工。这边报告，那边你这边又来俩，我跟你说这班人了。半年到现在已经10多年了嘛，忙的时候能走个10多公里吧。老三特别小了，就是只有个1岁，就是刚会走，后面就一直在这里了。他现在有点对弟弟妹妹的话，有的时候就抬手就要打一下，好像都有点随我的性格吧，比较暴躁的那种。他们三个然后都是在家待了1年，后来就是来到这边了，然后上了学。现在我们有请这个田同学给大家发一下这个白纸，每人都发一张白纸。接下来我们要上一堂绘画课。我平常喜欢画画，我想考大学，这样我也会有美好的生活。这个是房子，这个是大树，这个是野生的帽檐，这是爷爷，这是奶奶，这是我家的一棵苹果树，这还有小鸟，还有人在玩游戏。这是房子，这是我，这是哥哥。对，太阳打起来的光非常的热。不可以这样子啊。你重新给他买一个。
修正带啊？不给你。我给你买个大点，给姐姐买个小点的，好不好？不要。我姐姐把我修正带给弄坏了。他是一直心思重的，他嘴巴在这里。你好啊，我叫小绿，这是小狗，我叫小狗，这是小猫咪。哎呀，这样子，这样是不是很好？很好。我们回家吧。好啊。我们合不来，他脾气暴。以前这个村的话，大概100多户人家，叫杨家村。我们是，就是这些年代当中最穷最苦的。我们家是14周岁的时候，我老爸就没了，饿死的。因为自己这个读书读得比较少，那还是在教育上不能让他直接那个。家政教育很最重要，是的。你要因势利导，也不是说考。还是要慢慢的要。我有的时候说两句，说他不听的话，我就一定要我谢了。自由你要现在要用心去吃。是的。第二款、第三款、第四款、10几款、20款都会给你。改变这个教育方法，总要慢慢一点一点的去改变嘛。我既作为一个父亲，也作为一个母亲，三个我就说养着我不后悔的。我爸都是生日派对，我爸、我弟、我妹。喜欢吃西瓜，妹妹喜欢吃葡萄，弟弟想当警察，想让他保家卫国，妹妹喜欢画画，能做老师。乡镇企业到民营企业，我在这个工厩已经经营了30多年了。只有工人好，我们的工厂才好。我希望这些孩子们健康成长，孩子是未来的希望。你要把这个工厂巩固好，发扬好，那我能把它教育好，是我们这个父子就是两代人的使命，既是我的使命，也是他的使命。我是叫李川海，1979年高中毕业，担任了代课老师，然后呢调到乡镇机关嘛。86年市场起来以后啊，这个市场的拥抱翻过来就推动了当地的纺织厂和印染厂的快速发展。我这个就下决心离开机关，到企业工作，然后就自己创业。做那个裙子啊，效果大，学生穿他每天要洗的，洗好以后这个身还是轻的，不能掉色。我礼拜天从来不休息的，一天到晚在工厂。我的名字
字叫李清涛。我2016年到美国去读工商管理，疫情爆发的时候，刚好本科毕业回来了。他读书的时候，非觉得理论上面的东西，这个读了以后，我说你要用，你用就要到企业里来用。就是他毕业要回来了，我给他就开始装修。前年，这个都是意大利的，但是他们还没有来做，偶尔来，偶尔一下。心情不好的时候看着这个就感觉稍微缓和一点了。一开始是让我去车间，每天就盯着那一堆布，看他从这个机器到那个机器，比较枯燥。想要自己证明一下自己吧，我有看中一个项目，我当时是坚持要做的，他就摆班组了，没有听他的就投了呗，然后就出事了。打击非常大的击，那很有可能我就一蹶不振了呢。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乖起来了。怎么说呢，父亲是肯定是盼着你好的，他不会让你去吃苦头的。我要出差去了，要这个可能要将近一个星期吧。车间的安全生产一定要管了，要多去看看啊。这个月会有一个国际品牌方的人来检验我们厂方，主要是考察你社会责任、行为规范。既然我也觉得这个事情重要，那我肯定要自己做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这个月下旬会来验，我们来过最后一遍，看看有没有需要整改的。因为我看了一下，咱们那个通道上面逃生通道啊，逃生箭头已经看不出了。对，已经模糊了，已经看不到了。可以，那我们新的贴上去好了。就是有高温这边啊，第一个有高温，你们现在有没有感觉到还有一种什么噪音啊？噪音啊，对啊，这里贴一下好了。这里的话，你要把它给它拿掉，还是要把这个通道留出来。各种小事，七七八八，三四十件小事，那放在一起，可能人家就觉得很麻烦，就是一个大麻烦了嘛。无非就是多花点时间，那把它做好不就完了？那如果说我们做不好，有一件小事被他抓到了，差一点的情况可能就直接把你的账号给锁了，这半年里面都接不到任何单子。刚刚说的就是这种东西嘛，就这个区域划分是最后黄线嘛，到时候再补一补。这也要有通道嘛，刚刚堆在中间。好，把这个区域再多一点，对，反正场地也够的嘛。明天我们弄好以后，我们自己先复查一遍。复查好了以后，到时候过几天他们就来了。哎，对，到时候李总你再过来，再来自己验一遍，好不好？好。都是问题，明明跟你说了对吧，然后你又不敢，有没有哪里是改过的？备验场那个还要再过两天啊，我们要改过地方，有没有哪个地方是亮着的？关键是他没改的。出现这种问题，我觉得有时候我说完他第二天不执行，万一他第三天来了呢？喂，爸，主要是一些安全警示灯有两个地方都没有亮，还有一个地方甚至都没有挂。我年纪比较小，他们都已经挺大岁数了，我也没有说很大的话语权呀。
如果有什么需求，我都是只能跟我父亲讲，因为自己讲的话，他们听不进去，他们也不想听。其实，在我从这里重新装修到装修完，我爸的话就只来看过一次，他就送了我一幅画，然后送了我一幅字，那他没有送过我礼物呀，这可能是第一次送礼物，那我肯定给他挂起来。几十年企业搞下来，风风雨雨的过来就是一生，所以有时候年轻人碰到困难了，就有点好像自暴自弃。像我们这部轻易这样说，经营危机啊，我们到1998年就体会到了，要搞外贸，国际的规则也是不懂，他这个要用的都是要环保燃料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半夜打电话给我，有一批是里面这个燃料出现问题，直接通知这批货呢就是要销毁掉。这几天几夜睡不着，像100万美金，个人的房子也抵押，啊，工厂厂房更不用说了。这一次真的是血的教训。当然自己也庆幸，终于挺过来，还是有点幸运的。从前我们可能就是整个的速度很快，我们更希望我们跟你们的那个设计师多交流一下，对于他们下一季做的新品，想要更需要一些什么类型的产品吧。我爸一步一步走过来就非常不容易，挺能体谅他，我想多做一点靠时间积累的，慢慢来吧。半辈子跟这个产业打交道，是有感情。它是一个母亲产业，因为我们绍兴这么多人，就是靠这个产业吃这口饭。啊，我说你要在绍兴这个地方，依然还是不能丢，今后你这一口饭还是要吃下去。哪个点位？在蛮氨氮和高锰酸盐数据偏高。都环塘河集成区段发现水质异常，请立即派员到现场勘查。柯桥的印染企业集中到滨海后，产业集中。这样子最大的好处是有利于监管。现场现在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啊，然后我们所有企业要会同我们执法队，对所有风险定位进行排查。圣贤印染，皮划艇拖到永顺印染这个位置，百利恒，你们厂里面把那个汽油所全部调到这个位置来，行动。有没有涉嫌异常点位？没有发现有在排放雨水的。然后你去吊水，那个地方你把那个绳子解开来。高空巡查，对上下游断面巡查，没有发现异常点位。下一步，我对雨水管网的周边企业、雨水排放口和屋顶上面再开展进一步的巡查。对油污前面把它拦起来，赶快拉过去。燃油所的这种功能主要是拦截水面上的浮油和那些杂物。注意，在望河对岸拖过去一点，双氧水可以用，次氯酸钠可以用，把氨氮变成氨气，就把它降解掉。西二水对面已经拦截，总指挥，药剂投放完毕。企业密集，人员也密集，所以我们只有采取政府和企业共同管理的这种机制，让企业也参与到环保的工作中来。管道老化，对，挖出来，然后把它箍住。倒车，请不要靠近。把井打开。我到顶了。报告，在6米处发现漏点。漏点进行封堵。收到，收到。
我2006年部队回来，到现在16年，大概有10年是在一线上面工作。一线没有轻松的人，光是重点企业就200多家，病还带了4年手术去动了2次了。这个一早出去都是很晚才能够回家的。那你看着这种环境好起来，我还是有点成就感的吧。环保这块工作呢，它其实是门艺术。在这个集团，我工作有20年了。2020年开了2套桩子，各30万吨，从纺丝骆驼、自动包装、自动立体库、自动出库，这样一个全流程的一个自动化生产线。全部自动化生产的话，成本会下降，质量会提高。终极目标做到一个无人工厂，我相信这个目标也能实现。我们企业是2008年成立的。因为我们看世界发达国家户外功能性面料这个产品呢很流行，所以说我们考虑从这个细分领域来做进一步发展。疫情情况我们企业影响的话不是很大。两个原因，我们在欧美国家建有相关的销售平台。第二呢，就我们就是创新嘛，设计创新、研发创新，用再生的原材料来制作相关的产品。一至6月份，半年度同比增长的话，在50%以上。91年的6月份，刚好初中毕业嘛，跟父母借了6000块钱，那就出来干了。10月份到过年呢，赚了3000多块钱，第一次赚到钱，给了我就是说信心。那么就这样，就是说一步一步的，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纺织品公司。经过几年努力，区委区政府，包括我们市委市政府比较支持，我们在2021年的挂牌上市。从16岁出道到现在呢，从迈步、这步到两步，31年来没有离开过这个纺织品，没有离开过柯桥。虽然这2年艰辛一点，未来。我还是看好纺织品，衣食住行一排第一。